刚中奖，刚中奖，我看到那个拜登了，拜登了，这个拜登可以说是，美国的市长，是一个资格很老的，时间很长的一个政客，他除了政客之外，什么也没干过，连小买卖也没干过啊。或者到哪个地方种块地都没干过，他唯一干的一辈子唯一干的个事啊，就是政客啊，平常一张嘴，活人说人死人，死人说人活人啊，电脑黑白，主要他干的，这辈子的事啊。当然那个活人说人死人，死人活人说人活人，电脑黑白，他能到得到什么结果呢？就是得到权和钱啊。现在帮他回顾一下了啊，全都了，全大了，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，有了钱，我去出去活动，可以得到更多的权和更多的钱啊，这钱多，权多，权大，就可以能够不断的形成良性循环，良性循环。有时候国内的那个法律啊，太严了啊，所以呢，在国内运作有困难，那我就作用到国外去啊，在国外运作啊，运转的风生水起啊，赚的盆满钵满啊，赚的太多了啊，赚的太多了，赚的太多了啊，赚的太多了，赚的太多啊，在人家。不是说要人人平等嘛？现在他出不平等的状态啊，就好多的那个，邻界好多的，那些，邻界很多人呐、啊，看到他太肥了，捞了太多了，更大他肚子啊，更大啊，有时候被人家，重重的打了一拳以后啊。然后就尿失禁了，不是大便失禁了啊！你们打在肚子上，肠子崩，嘎，崩啊！他吃的太多了啊！这个吃是，不是真正的是捞的太多了啊！不是真正该属于他的，那个他捞的不该属于他的，钱财啊！所以邻界有，邻界的存在我对他不满意啊，就崩。打他夫妇啊，更打得很重的过来的话，嘎，马上就大便失禁了啊！爸打得很重的时候，大便失禁了啊！现在已经被很多的小鬼按在地上踩呀、按在地上踩呀、所以前两天那个踩到已经那个鬼差都来了，准备把他捉走啊！现在我统统商量说，让那个鬼差过两个月。再来，那鬼差回去以后，他感觉应该早点把他拿走，他多待一天的祸害更大啊。反正他一直有一个下面的人，还是一场灾难争吵。但是呢，他有一天活着的是个，他有一天咬人，不但咬民主党的人，也咬共和党的人，也咬川普。所以呢，他多停留一天呢、啊。虽然客观上也可以有那个民主党，但是呢，他毕竟还有共和党，也把大家有的心里憔悴啊，所以呢，还是早点把他带走啊，早点把他带走，至于后面再增强的话也来不及了啊，那个那候选人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再加上毕竟还在继续打，还在继续打，所以该走的让早点走啊，该走走的早点走。那虽然说希望他两个月以后走，但他的破坏性太大了，对美国的啊，他在美国破坏性太大了啊，两个月以后走来损失更大，还是让他早点走，让他早点上路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